主料：胡萝卜100克，猪骨400克，马蹄100克，青菜100克，玉米150克，红枣3粒。辅料：盐、姜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将猪骨、姜洗干净，玉米、胡萝卜、马蹄切块。猪骨洗干净后，入沸水中汆煮3分钟后捞出，将猪骨、胡萝卜、马蹄、红枣、玉米、姜放入高压锅里煲25分钟即可。采盖后，将青菜叶放入，盖上锅盖2分钟后调入适当的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青菜煮的时间不宜过长，以免颜色发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